很开心。 在我很喜欢的 diptic， 然后好喜欢他们家的这个杜桑，巨好闻，有我最爱的三种香调：晚香玉、橙花和茉莉。 现在在排队要进这个香水实验室，人还是有点多。好。 这沙发躺下就不想走。<笑>我刚跟季季说，我说被种草了，29。然后他说我靠，他说29我也好想闻来着，我在吃饭，等一下去瞅瞅。我说我去，你在附近？日落真的超好看的，我尝试用我的手机拍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在这个方位。哇，好大呀，好橘呀！ 太好看了！每个人看到都要尝试把它拍下来，但是真的是眼睛看比相机拍的漂亮太多了，就是好干净那个蛋黄很橘，好好看。 现在来凯德精粹吃烧肉了，据说这家店还不错，准备去尝一尝。 太好看了，我们还要继续往上面走才到。Let's go！ 这个好可爱的凳子支架，超可爱的。
个虾虾肠吧。好香，这个烤的好焦。只能选可乐雪碧吗？都是这样，它饮料套餐。那我要五个常温的吧。因为我吃不下去那个烫的。要像这个呀，但我很喜欢。我会被大自然。美眉 Taylor， 哇。呆萌啊！对，哎呀，奶乎乎的。今天游园活动，我们要拿这个收集印章，就可以得到一个向日葵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出发吧。第一家在这里，有吗？啊，不是这里。对，因为今天听阿姨说话，好的弹琴啊。啊。有小孩的。我们找错，我们要继续寻找，所以在哪里？啊？对的，章子不在他那儿。哦。没找错，刚才拍的这个就证明我们来到了这儿，来到了，但是章不在，那怎么办呢？现在去别的地方，现在去 C7， 走 C6 已经到了。好嘞，我们要赶呀赶呀，看到 Number 7 便利店了。哦，在这里 Number 7， 绿色的这一个。来了来了 ，Here we go， Number 7，我们已经进来了，结果没有人盖章，没有任何人，这个便利店里面空荡荡的，怎么回事啊？都没有人，你怎么打开啊？太棒了，只有这一个章是在的，救命啊！谢谢，哇哦，太棒了，终于有了一个，哒哒，打好了一个。这里好暖和，好吧，我们继续下一个。有证据了，每一个都有证据了。最后一个啦，我们已经去了三个了，滴滴。哇，今天天空好蓝哦，就是冷也是真的冷，手都要冻僵了，伸只手出来拿 camera 都要冻僵了。哦，好的，来了来了，找到了，好冷好冷。哇，这里还不错，然后好香啊，这里我们也来盖一个，这里居然有一家健身房，很近啊，谢谢。
我们所有都集齐了，太好了！哇，耶，谢谢，三个，耶，我们拿到了奖励。这边请讲，这边请讲。我们下周四，冬日里的温暖，夏日葵。哇，开心开心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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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我们的影子。哒哒。